就跟我上个腰带。来个变异文章，这波直接爆个大铜的英雄。来，也还可以。有没有后排的英雄能上去？就这个吧。落手狂徒前期等于无敌。回血，这小子整了一个他妈的，这小子整个那啥，整个小虫子，搞什么呀？没掉血，我没掉血。啊，99。选秀有虫子，我们直接拿。我觉得大虫子这个英雄啊，他要是一个人只能算一个羁绊的情况下啊，不对，他要是一个人占两人口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大虫子应该算俩羁绊，你们觉得呢？算两个变异，
再撇一个，卖巨魔也不应该卖落手啊。惨着没人要吗？算了，我也不要了。我要个女神泪儿，我缺个蓝 buff。我们跳起来吧！在哪儿行动？这落手得升二啊，落手不升二有点弱。给个二星把把人儿。碰上这嗓子筋了，哎呀！没有大虫了怎么办呢？玩狙。玩狙狙，那我这变异不要了。
这有家居呀、啊。卖了得了，没有牌呀，不给牌呀，我日啊，我操了。我日了猴啊！这挺会玩儿。我已经有五个编译了，变异了，别想了，那变吧，没有大虫子，这不是有没有大虫子问题，这是变异一个也没有。我这现在想拿啥装备我都没法拿，我都没法拿装备。我这把过渡过得都挺好，然后没牌，没有虫子，不够往出蹦。马上我们就变弟弟，你看着吧，马上啊，这都马上的事儿，这都是。锁着甲全套选一个，拉倒吧，全套吧，这把大虫子有点弟弟。上期再走吧，上期再走。还不地，没法地呀，咋地呀？六级地个屁呀！谢谢守望帮我打的钻石粉丝儿。正在黑夜
给个嘛事儿呢？太不容易了。憋了半天劲呢，憋出来一个蚂蚱，天，憋出来了一个，费那半天劲呢，比吃屎都费劲呢，给我整个蚂蚱出来。威古斯拿它干啥呀？咱能不能别老看着那三费四费五费卡就跟高潮了似的？那有啥用啊？那卡？跟你阵容也不匹配，我拿它有啥用？给这虫！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怎么上当了？我操！这把四狙正好凑个变异。哎，咋回事？操！真服了。尝香悲惨吧。全他妈是勇门。正在加速。走狙吧，发条拿着。不行了，我只能走狙了。这手三狙神三保镖怎么整？耍个女警，跟着我的声音，拿个女警。女枪插个法爆，近插个巨杀，行，能多撇了，把他食神下了吧。
把这食神下了，上个巨杀，上个四狙。得有狙杀，没狙杀不行。这个下了，上个分女，升级上个花条就行了，差不多了。这膈应人，我操的，真是他妈膈应人。给你吧，你变异。谢谢蓝烈汉的烟儿的三个飞机。进到后排来了，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套个法包，感觉还能玩儿。装备还不错，给张信吧。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，风暴就要来临了。给个布隆，给个发条，就完事儿了。蒙德因商业聚会阵了。火速出击！
忍了。哎，累，真累。女枪为啥挂机了？女枪四格攻击距离，女枪 A 不出来吗？没有机器人就行，上轮刚遇着他吧，刚遇着他，那都没有机器人，还行。我这分女儿是真不干活啊，我这分女儿放不出来技能，有无尽没有？无尽轻女儿，春哥来一遍，都没有。哎，春哥有，来点春哥。就只能拿一件装备，那龙牙我拿完我就不能拿春哥，春哥拿完我就不能拿龙牙，就在那叭叭了，行不行？我就只能拿一件装备，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能拿。怎么就能连着碰一个人呢？哎，就这个，就他妈这镜子法医还能打，跟还能往右边放一放，就他妈一个镜子法医往右边放一放，这人前三轮刚碰完，这一轮又碰，真是麻了，我操了，我是真是麻了呀。前期两变异没有变异。